果农牛儿，今天开始打现浇面。一个吊车，一个送水泥的罐车。我现在的商品料一方是400块左右，吊车的话一上午就是1000块左右，25吨的。这个是刚刚浇完这个柱子，准备马上浇第二个柱子。先，丽山人给俺智慧吊车啊！落点北，好。这个三搬豆的呀，啊？啊？那这个放搬豆的啊？凑对闹着，凑舌头着。